哎，我把你贴对面黑色的。哥，我帮你倒杯水吧。不用。哥，姐姐的定位显示从郊区再往市内方向移动，我去接她吧。不用去了。好的，哥，星光都听你的。不过，你能不能回答我的疑惑？你现在是生气多一点，还是担心多一点呢？星光。 你想听什么答案，我告诉你，然后自己乖乖回去充个电，别像某些人一样，手机说关机就关机。